sisi luar, kosong tidak ada.这个对，因为它这个你别人是包粉的量杯，肯定比你包这种量杯又小的。误差都在0.03、0.02这样子。这个秤还不够精准，精准的话那就更准了。这已经是最后面的，没什么料了，所以比较轻。